他职场得意，不愧是业界最红火的导演，电影导演独立制作，却与爱情失之交臂。可惜到底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突遭变故，可能会是你。我现在这样有人关心我吗？走啊，走！他是否还能找回自己？请看湖北卫视《因为爱》。人秀向言承旭，就算是商业片，我也要拍出属于我自己风格的片子。当红女星海璐，我有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梦想要追求。首度荧屏牵手，你帮我拍广告，我帮你证明你自己。他们将擦出怎样的火花？请看湖北卫视《因为爱》。